虽然你躲人的技术不错，可是我在找人方面似乎技高一筹啊。我昨天来找你呢，是想庆祝你通过了初赛。我刚刚一路走来看其他选手对你的评价也不错，夺冠有希望。我现在不想跟你说话。我跟你道歉。你跟我道歉？嗯。你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吗？其实我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对我的态度忽冷忽热，对我也不理不睬，还略带挖苦。不过我是个男人，我可以绅士一点，让你适度的发个小脾气啊。你真是好样的，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宽容大度的好男人，而我就变成一个斤斤计较的小女人。既然你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，那我为什么要接受你毫无诚意的道歉？如果你真的生我气的话，我愿意解释给你听。你起码要给我这个机会吧，毕竟没有审判就判我死罪，这样不好吧？那我问你，哎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有点急事，你比完赛我再来找你啊。